因为第一次来嘛，之前都是通过很多视频啊、电影啊了解这个爱丁堡和苏格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，因为一来了以后就发现这里的艺术气氛好好。这个艺术节也是听说有70多年的一个历史，然后看到整条街都是很多演出，然后我觉得是给了这个很多这个一个平台嘛，就是艺术的一个平台推介啊，就觉得特别的美好。哦，我第一天来了以后就，第一天，来到这里以后我就看了5个演出，就不同的演出，然后就跑来跑去，就5场演出。哦，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来表演的嘛，哈。但是我特别想要通过这个艺术节，能够了解更多世界各地的，不同的这个风格的演出，也是一种学习和交流。